感觉就变了，然后我要去开另外一个，就变成我耳机里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了解。对，我今天问了，不好意思，年终奖金说礼拜六才会付，你说礼拜六，你们在？好，各位老师好哈，我们再等个两三分钟哈，因为另外一场还没结束。对了。对，那一场人也不多嘛。好。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欢迎大家，大人你来干嘛？我来给你捧场。啊？手机也是一片混乱。你的电话。对，我的电话，我把它拿起来，我把声音弄掉。我帮你代接啊。
我把铃声关掉哈。好，那个各位老师大家好哈，那我们这一场，我把画面切换一下哈。好，我们这一场主要是针对Google Classroom 哈，这边这一场。好，我们这样主要是针对那个 Google Classroom 的简单基础的操作哈。那所以各位老师可不可以麻烦一下，如果你没有 Google Classroom 的经验的老师，麻烦你在那个讯息列上面加一一下好吗？好，这样我可以确定说我要讲的多基础，好还是要比较深入一点哈、哦。好，那好，那现在有老师，因为我们这一场其实就针对基础的部分了哈。那也有老师真的是还没用过 Classroom 的老师哈、哦。那所以我们会从那个基础讲起，那前面一半会讲那个基础的部分，那后面会讲一些远距教学课的一些运用的小工具，好用的小工具。那在上课之前哈，啊，上课之前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各位的账号，啊，各位的账号，我们在线里面有帮各位，就是教育部有帮各位升级哈。好，那各位原本线里面的账号哈，因为那个 Google 的政策哈，它已经就是好像在一月还是几月，就是开始会限制不能录影，你在 Meet 的时候不能录影，跟你的开那个教室的容量有限制哈。那教育部已经帮各位老师升级了账号，但是你要自己去做升级的动作。那所以我把这个网址贴在讯息里面给各位，那麻烦各位进来一下哈。好，这个网址请各位从这边点进去一下。好，那我也顺带说明一下哈。好，当你进入这个网址之后，好，进入这个网址之后呢，它是一份文件了哈。那请你从这边呢，直接点启用教育云账号。好，那这是教育部给的权限哈。那你点进去，然后登录你的 Open ID 之后，用这个限时登录，好，限时账号登录哈。然后呢，去选你的花莲县，然后登录你的 Open ID 之后，你的那个账号就会被直接教育部那边直接会帮你升级哈。那所以你就可以在之后的你用这个账号开的 Meet 就可以直接做录影的动作，然后你的会议室的容量也可以到250个人哈。那所以这个是教育部已经买的部分，这个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好，那另外哈，各位，我们留一分钟给老师们试一下。好，那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哈。好，那么另外在这一个部这个之外哈，那个针对花莲县的老师，而且你的学校有Chromebook 的，啊，你的学校如果有 Chromebook 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管理的界面啊，管理的账号，那这个账号是留给学校，每一个学校会有一个管理者了哈，就是如果你们学校有发那个 Chromebook 的话，
那这个管理者他有那个广播，就是针对 Chromebook 的管理的工作，他有一个广播的账号哈。那这个账号需要有一个启动码。那这个部分呢，请你，因为我们现在是那个公开的远距教学的环境哈，里面有不是花莲县的老师，那这个账号是花莲县单独买的哈，所以要麻烦各位，如果你是学校的 Chromebook 的管理者哈，那请你在那个网管的 LINE 群组里面跟志祥主任要那个启动的账号的序号，好 license，好这个部分先跟各位报告。好，那么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今天就针对今天的内容哈，稍微说明一下。那我想各位应该我们上次去年已经停过课了，那所以各位应该有远距教学的经验了哈，所以各位的 Meet 应该蛮熟悉的哈。那配合那个现在线上的授课，我们常会有一些需要跟学生互动，或者是教学，或者是收作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就是普遍大家比较容易使用的就是 Classroom 哈。那开始上课之前跟各位老师说明一下，就是如果待会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讯息列上面直接留讯息，我会看得到。然后你也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直接来询问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教学内容哈。好，首先呢，Classroom 这一个部分呢，它是适用所有的设备了哈，所以不管你是电脑、笔电或是平板、手机，它都可以使用。那唯一不同的是呢，那个电脑笔电它是用这个浏览器的版本哈，那平板手机它有 App 的版本，好，那它们两个的显著差异会是在那个改作业的部分，就是你的如果用笔电跟电脑的话呢，你在改作业的时候是只能用助记的，用电脑加助记的方式只能打字进去，然后在某一个区域标示一个助记。让学生知道说哪个地方 OK 啊，哪个地方不 OK。那可是如果你用平板手机去改作业的话，它是可以用那个手写功能去做，比如说打勾的动作啊，直接上面书写的动作。这是唯一两个设备使用上的差异哈。好，那他们都使用 Chrome 的浏览器，所以请你尽量让学生，还有你在开课程的时候，尽量使用 Chrome 的浏览器。如果你使用其他的浏览器，比如说 Firefox 或是 Opera 或是 IE 的浏览器哈，这个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容性的状况哈，或者是某个按钮不见了之类哈，这各位可以留意一下。那另外呢，请你使用就是官方给的 Google 账号哈，就是现发给各位的 Google 账号啊。现在你可能会有两个 Google 账号哈，另外一个是教育部提供的 Google 账号。那这两边的资料目前是没有相通的啊，所以如果你开通了那个教育部给的那个 Pro 教师的 Pro 账号之后，这两个是分开的账号。那所以如果你希望里面的资料夹做更新或者是同步的话，你可能要县里面最近有发一份公文哈，你要参考那个上面的步骤去做资料复制过去的动作。那此外哈，就是在 Classroom 里面，如果你是用旧账号开的课程，你用刚刚开通那个教育部给的新的权限的账号，里面不会相通，不会相通哈。那所以，如果你要用新的账号去开，那就是可能要重开了哈，它不能流过去哈，不能流过去哈，这个就是各位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接下来那个 Classroom 的内容其实蛮简单的哈，它就是老师公告事项，然后派作业，学生交作业，然后你可以评分，然后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你们所有的档案都会存在那个老师账号的云端里面。好，所以它的
它的功能很简单，很直觉，很简单哈。所以当我们要做那个非同步，啊，那里面也可以直接使用 Meet 了哈。所以线上的同步跟非同步跟混成都可以在上面做处理。那如果你担心有些学生，就现在没有办法上课，那你也可以把那个录影录下来的东西丢到Classroom 里面，让学生可以去看，或是直接丢到 YouTube 变成线上课程哈，都是可以的哈，所以还蛮方便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待会后半部会讲一些简单但是很常用很好用的工具，可以在你的远距教学上面会有很多的帮助哈。好，那这个是针对 Classroom 的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到Classroom 的内容哈，直接的内容。那刚刚已经问过老师了哈，那就是我们会从基础开始了哈。好，那么 Classroom 的使用的方式很简单哈。各位现在看到我的两个画面哈，我左边是老师的画面，右边呢是那个学生的画面。好，学生的画面。好，那你说要怎么进来这个 Classroom 里面哈？各位可以再登录你的，就是你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登录你的老师账号之后，那你可以在账号左边的点点点哈，账号左边的点点点点下来之后，这个往下找呢，就会有一个 Classroom，或是他写课程啊，有的是写课程，有的是写 Classroom 哈。那如果你发现你这里没有的话，啊，这里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东西，你可以在这里去新增，啊，这里去新增，或者是在线上应用程式商店，啊，线上应用程式商店里面，你去 Google 也是可以找得到，啊，那装了之后，它就会直接出现在你登录账号的这个 Google 的页面，登录账号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呢去点进你的 Classroom 里面。那学生也是一样，啊，学生也是一样。好，那各位如果要跟着操作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哈，可以进到你的 Classroom 的页面哈。那一进到这个页面之后呢，哈，这里面的东西就是你有，如果你是老师哈，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就是你有开的课程，或是你有加入学习的课程都会在这里面，啊，都会在这里面。那学生呢，就是有加入的课程，那就会出现在里面。好，那到目前为止，不晓得老师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发问哈，或是在讯息里面可以说明一下你的问题。啊，我们都会做立即的回复了哈。那这堂课不会教很难，也不会有太技术性的东西哈，因为软体的操作使用上其实就蛮简单的。那各位老师在家里练功的时候，可以像我一样哈，左边啊，就是你在开那个浏览器的时候，啊，你在开浏览器的时候啊，你可以先开一个浏览器，然后在你的这个上面这一个哈。这会有两个，如果你在 Google 的页面，如果你在 Google 的页面呢，你这里会有一个已登录的账号，这上面也页签这边也会有一个已登录的 Google 账号哈。那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在你的大头贴上面点一下，这边会有你的其他账号，其他账号，所以像这个是教育处线网给的那个 Google 的账号。那这个是学生的账号，我的测试账号，那这可能是你私人的 Google 账号，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切换，好，所以你开一个页面，然后选教育处的账号，里面有你开的课程，那你再另外开一个学生的账号，然后你就当做你等一下要对练的，然后你就可以把两个页面，好，像我这边一样，两个页面呢就把它分左边右边，那你就可以直接对练哈，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去熟悉。好，那我们先讲怎么开课哈，怎么开课。
那所以开课的部分呢，在 Classroom 的页面里面右上角就会有一个加号，好，这边就会有一个加号，那你直接点选加号，他会问你要加入或建立哈。那加入就是要去学别人的东西，那建立就是自己要开课。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给学生的课程哈，然后把课程的名称啊111学年度，假设哈，我自己我随便动了啦哈，啊单元比如说第一课，好，那这边哪一个叫这个你都可以自己再去处理哈，啊当你建立之后呢，它就会多一个课程。应该是可以，那个高老师说去年他就有开了这个课哈，那今年可以继续沿用哈，只是改名称哈，应该是可以的哈，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就万年使用同一班都可以哈。好，那你等一下，等我一下，我改用手机打。你开课之后呢哈，他就会直接进入这个课程的页面，那如果你要回去刚刚那个总管理的屏的那个界面哈，你就回到这边啊，这边就可以回去总管理的页面。那这是刚刚我们开好的课，所以你要点进来，从这边点进来。好，那点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课程代码。好，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Meet， 所以你也可以在 Classroom 里面去产生那个 Meet 的连结，可以在这上面直接跟学生做视讯会议。好，那这边就是一些公布事项，好，公布事项，然后上面有四个页签，啊，这讯息串就是你 PO 的讯息或者是你交的作业都会出现在这边。那这边是针对课堂作业哈，它会有你出的作业跟学生收回来作业的内容。那这里是学生老师的管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加老师，所以如果你有协同的老师哈，或者是你这个课是自然课，那你可能要把他们班的导师加进来哈，这边都可以加。那老师上限是20位啊，老师上限是20位哈。那如果你是开给老师的研习班，那些要加进来学习的老师们就要放在学生端，好，就是要学习的在下面，要教人的在上面，要管理的在上面，好。好，那这个是学生成绩的页面哈，学生成绩的页面。好，那所以一开始呢哈，我们把课程开好之后呢，那你一定要加学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可以把学生加进来，那所以会在成员这边点一下。好，那如果你要加协同老师在这里点一下哈，那加学生在这边，那加老师跟加学生的方式都一样，好，就点一下加号，然后呢有几种方式哈，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连结啊复制一下，然后用你们平常在班上常常沟通的讯息的方式，比如说你可能用那个 LINE 对不对，或脸书，你有群组，你就直接把这个贴到学生的群组，班上的群组，然后让他们直接去加入哈，这是第一个邀请连结的方式。好，第二个呢，你有他的电子邮件，你可以把它贴在这边，好，这样子也可以。第二种方式哈，第二种方式呢，你在那个刚我们上前面的课程的地方啊，前面回到上一页哈，这个课程刚进来这边就是页签的讯息串这边哈，这边有个课程代码，好，那课程代码呢，如果你是给他这个课程代码的话，那学生呢就可以在他登录Classroom 的时候，这边他一样可以加入课程，所以他点个加号就可以加入课程，然后你直接把代码就贴在这边。哎，抱歉哈，我要贴的是代码。好，所以我这边复制一下。好，这边我重贴一下。好，只要贴代码，贴完代码之后按加入，
好，加入，那他就会在他的那个课程里面，他就会多了一个你的课啊，所以这个是给那个课程代码的方式啊，课程代码的方式。那我们回到刚刚加成员这边哈，啊，所以他就会被加进来哈。那另外呢，这样一个一个加很慢，对不对？好，那你也可以呢，好，一样再我们再点一下哈。那这边呢，其实还有另外其他的两种方式了哈，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去搜寻哈，在我们同网域，比如说都是花莲县的网域里面，那还有你自己的通讯录里面。好，那这边直接搜寻他的名字，比如说，你直接用中文搜寻他的名字，这边就会跑出来。啊，就是我们这个网域里面，HLC 网域里面所有的有这个名字的人都会跑进来。啊，所以你看你的学生是谁，你就可以去点选，啊，就可以去点选把他放进来哈，啊，点选把他放邀请。那他就会进来哈。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在学校通常网管那边哈，都会给各位一个你的全班的电子邮件的名单，如果没有的话，找你们的网管要一下哈。你只要把这个全部的电子邮件复制到这边直接贴上，好，直接全部贴上，然后他就会。你按一下 Enter，它就会全部帮你把它带进来，啊，这样就可以做全部邀请的动作，啊，全部邀请的动作哈，啊，所以加学生是可以整批加的，啊，整批加的，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做简单的处理。好，到这边不晓得老师有没有任何疑问，啊，就是包括开课的动作跟你加学生加老师的部分，那加老师也是一样的方式。啊，所以你在开课之前就要把学生的那些名单准备好哈。好，那既然老师都没有任何疑问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喽哈。那当你开好课之后，学生也都进来教室之后，好，那因为它是一个非同步的一个方式哈，所以。你要宣布的所有的事项，或者你出的作业，都直接在这里面去做操作。那学生他除了登录进来会看得到所有的资讯之外，那学生如果他已经学过电子邮件的，或者手机上面可以操作电子邮件的，那其实他就可以收到电子邮件，好，收到那个电子邮件的通知讯息。那或者是他每天就固定，你要交代学生每天固定要习惯。某个时间要进来 classroom 里面去看有没有老师交办什么事，啊，这个都是会通知的部分。好，那个，何老师说那个批次加学生的部分再做一次哈，好，那我们就先再做一次哈，啊，因为这个部分老师一定要会的哈，就是你开完课之后啊，你开完课之后，你进到你的课程里面，这边有一个成员，啊，成员。然后你在成员这边，学生这里，请你按一个加号。然后这边呢，啊，刚刚讲你可以直接给连结，你也可以给前面的课程代码。但是我们最简单的方式，你有整批的学生要加的话，你就把你的那个网管那边，学校网管那边给你的所有的学生的电子那个电子邮件的电子档，啊，你把这个电子邮件整个栏位。直接复制，哦，Ctrl C，直接复制就好，哦，你不用管那个什么格式什么的哈，然后直接点到你的电子邮件这一个栏位，直接 Ctrl V，啊，那 Ctrl V 之后呢，它会这样弄成一串，对不对？请你按一下 Enter，它就会帮你跳成那个一格一格的电子邮件，然后直接按邀请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比较简便的方式哈。那学生受到邀请之后呢，他会收到电子邮件，他可以去里面点选，那也可以直接进来到他的 classroom 里面，其实就会自动产生。
啊，自动产生哈、啊，这个是加学生的方式。好，那我们就要继续了哦，可以吗，何老师？好、啊、，OK， 好，就是贴上之后，你要按一下 Enter， 它会变成一个一个人帮你分开哈、啊。好，那好，接下来呢，好，我们在常常要跟班级宣布事情嘛哈、啊，所以你就在这边哈。啊直接点选在讯息串里面的课程宣布事项，直接点选，那你就去宣布哈。啊，宣布你的事项。啊，叮咛学生的事情哈，然后这边可以去点选说我要发布给哪一个班。啊，哪一个班，然后也可以针对某些学生，啊，某些学生都可以。那如果你直接点选张贴，它是即时发布。好、啊，那这边呢，可以附加档案，或者是那个附加影片、附加连结，哈、啊，都可以使用哈、啊。那如果你要像某些班级老师，他比较认真的，他会先准备好，啊，比如说他会固定每天下午。哎，三点才公告那个今天的回家作业，那可是这些所有回家作业内容，他事先会编辑好，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张贴的右手边这里安排时间，啊，安排时间，那你安排好时间之后，他会按照这个时间，哈、啊，按照这个时间，然后就去直接的去，比如说五分，啊，八点五分，那安排时间，那你就去。啊，他就会在那个时间点会自动把要宣布的东西给丢出去。啊，那如果你没有去定时间的话，你直接张贴，他就会直接出去了。啊，直接出去。啊，那有选时间的，他就会定时出去。好，那你公布讯息之后呢，学生这边哈、啊，其实他就可以，他进来课程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网络没有那么快了哈。啊，所以我这边就重新整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老师公布的事项，啊，老师公布的事项，然后另外左边这边呢，左边这边等于是他的一个作业的公布栏哈、啊，所以如果有作业，他会直接显示在这边哈、啊，老师也是一样，好、啊，好、啊，所以这边就可以直接接收到老师给的讯息，那如果你有要回复的，你也可以直接就回复在这里，然后这边要发送哈。啊哎，那老师这边呢，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个某个学生有什么问题这样，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互动哈，做互动啊，这是公布的部分。那如果你要出作业呢，啊，就在课堂作业这边点选，啊，直接建立。那这个建立呢，哈、啊，这边我们一般都是直接出作业的哈、啊。那测验作业是什么东西哈？测验作业，它就是选择题，啊，就是选择题，所以你可以出那个选择题的作业，你也可以拿来做班级的意见回复，啊，征询意见的那种回复哈，比如说，校外教学要不要去六福村，啊，让他然后一个是一个否，让他们去做意见的回复，你可以收资料这样。哦、所以他也可以收资料、收表单之类的哈。好，那另外就是收问题或者是收资料哈。那其实作业这边也可以收了哈。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一个重复使用讯息哈，这个倒还蛮常用，就是比如说你公布你对你可能科任老师，那你有三个班在教，那你对甲班的讯息，你可以直接复制一份。稍微修改就可以直接丢给乙班用，好，所以这个是可以重复复制之前用过的讯息的哈。那这个主题呢，就是你可以做分类，把这些公布的作业的内容可以做主题的分类，或者是科目的分类等等，好，你可以做一个分类的动作。好，所以我们直接来做一个作业来测试一下，好，所以你就点一下作业哈。那一开始第一次使用，它都会教你怎么用了哈。好，好，所以你就
啊，抱歉啊。好，其实哈，各位老师，跟各位老师讲一下哈，当如果你有 Google 账号哈，其实不用打字输入那么辛苦了哈，你直接到那个 Google 的云端硬碟，啊，云端硬碟里面你去开一个文件档，好 ，Google 的文件档，那 Google 的好处就是它有工具里面有一个语音输入，好，语音输入。所以你把这个语音输入打开，好，然后允许麦克风工作。那请各位缴交第一课的生字。等一下，再一次哦，请各位缴交第一课的生字习作。好，它就帮你自动生成那个文字了哈。那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复制贴上就好了，你就不用每次在那边打字打半天哈。那这个辨识率是目前除了那个对岸的剪映那个剪辑软体以外，这个 Google 的工作率Google 的那个辨识率是最高的哈。啊，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把它贴进来就好了。好，你就不用在那边自己打字打半天了哈。好，那请各位交作业。那我就针对这一个班的所有学生，那这个是你的，你要评分的那个分数等级哈。那我们大部分都是百分等级制啊哈，所以就100分。那要不要限制缴交的期限？哈，比如说到明天的中午截止。好，那你就直接按出作业，好，出作业，点一下。那么你就出好作业了哈。那出好作业之后呢，你这边其实你的老师的讯息列这边就会出现说，最近有一个快要到期的作业啊。然后你这个公布栏里面，它也会出现一个张贴作业的一个资讯。好，那学生这边呢，学生在他的课程里面。好，那个。文件那个语音自动辨识，我等一下再讲一次哈，我先把这个部分讲完哈。好，那个你的学生哈登录一样在他的 classroom 里面，他会看到老师出的作业，而且这边呢会叮咛说，这个地方就讯息的那个提示了哈，会叮咛你说，最近快要到期的作业还有一项哦哈，所以学生呢他就点进来。就看到老师出的要交作业，对不对？好，那学生可能就假设你出的是那个手写的那个习作本，那你就跟学生讲好说，请他拍照交回来啊。那学生就可以在这边，他写好作业之后，在这边去新增他的照片，好，档案，新增档案，然后把他的拍好的那个作片档案就可以直接上传回来。啊，我就比如说这，我随便弄一个哈，随便弄一个图案。好，然后呢，他交了作业之后，如果还有第二章、第三章，你就可以，其实可以一次新增，然后把所有的档案选起来哈，所有的档案选起来，开启，这样就可以一次交好多份。好，那好了之后，如果他确定他交作业了。他可以直接在这边按缴交，然后缴交，好，这样子就会把这一次的作业给交出去哈，这一次的作业给交出去。那老师这边呢，老师这边呢也会在那个作业区哈，老师你要在课堂的作业区，你就可以看到学生已缴交的内容。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继续讲。这个是公告作业跟学生交作业的方式。不晓得这两个部分有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老师，等一下你在讯息列上面可以输入，或者是直接开麦来询问哈。
好，那个 Jenny 老师哈，他说那个录影的 OpenID 的新账号就要重开课程哈，目前应该是这样哈，那就是说如果你是用旧的账号，现在已经不能录影了嘛哈，那我会建议你哈，因为除非如果你之前就下个学期的账号都还没开。那你就直接用新的账号去开，再把那个课程给学生，好、哦。可是如果你比较积极一点，你把下学期的账号都已经开好在旧课程上面了，那我会建议你不要重开，太累了，你就换有录影功能的软体去录，啊、哦，比如说OBS 或者 OCam，好、哦，那。它直接可以做那个桌面录影的工作，而且它的解析度还比 Meet 还高，啊、哦，所以学生在看那个线上录影的课程的时候，不会因为解析度不足，看不到你那个字不清楚啊、哦，所以我会建议你啊，就不要重开了啦，你就直接用那个 OCam 或那个 OBS 去做线上录影就好了，啊、哦，因为 Meet 的录影工作它的那个解析度不高，只有720哈，720 dpi。啊，当然，如果你要重开也是可以的哈。啊，那个OBS 录影的部分，你可以找 OBS，然后打邱文胜，然后去 YouTube 搜寻，我上面有录那个影片，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好，那我回复一下刚刚那个王老师哈。就是刚刚那个直接讲话就录，就文字辨识的部分，我再讲一遍哈。就是如果你有 Google 的账号，那我们现在都会习惯用云端的 Word、云端的试算表，对不对？那所以它里面就会附有这样的功能哈，就是语音辨识的功能。那所以你其实就是在你自己的云端硬碟哈，你去新增。不管是 Word 文件也好，试算表文件、简报文件也好，都可以，啊、哦，都可以。那你点进来之后，呢，那个在工具列里面，哦，工具列里面会有一个语音输入。好、哦，各位看到吗？工具列就是在那个 Google Document 里面的。工具里面会有一个语音输入，啊、哦，工具语音输入，啊、哦，你把这个东西打开，啊、哦，打开，那打开之后呢，他第一次他会问你要不要允许你使用麦克风嘛，哈，那你一定要按允许哈，如果你不按允许，他就不能辨识了哈，啊，所以你按了允许之后，这边就出现一个麦克风，那你要录音。你要录音的时候就点一下，这个状态就是可以开始做输入，所以你只要讲话，它就会一直帮你辨识丢进去。所以像平常你，比如说你要做大量的，比如说会议记录，啊，或甚至你开会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开着，它就自动帮你做会议记录哈。你看这个辨识率多高，啊，前提是你的网络要顺，那你的麦克风稍微好一点会更好。好，那所以你要做任何的语音输入哈，在电脑上面，如果要用语音输入，其实这个是最方便的哈，这个是最方便。那如果是手机，你就直接那个输入法里面就有语音输入哈。好，那所以非常建议这个部分给各位去，你要制作大量的教学文件，需要很多输入，写论文啊什么，哦，做报告啊，或者是给学生打评语的时候哈。因为打字实在太慢了哈。好，那这个是 Google 语音输入的部分哈，补充到这边。那老师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继续喽。哦，还是老师给各位2分钟，稍微操作一下刚刚的那个公告讯息跟出作业，然后学生那边呢可以试试看回复作业哈。好，给各位2分钟，试一下哈。
啊，顺便各位在测试的过程中，跑掉了，啊，剩1分钟左右哈，这个叫计时器哈，那计时器其实我们 Windows 本身也有了哈，那个 Windows 本身叫闹钟，所以你就点开始，然后直接输入闹钟，啊，然后你可以其实把它精选到你的工作列。啊，丁选到工作页，它就会出现在这里，因为这个东西蛮常用的，哦，蛮常用，蛮好用的这个，哦，这个闹钟，我会建议，蛮建议各位去使用这个东西的哈。好，那 Windows 闹钟也不错，蛮好用。那我刚刚用这个是白板的白板工具的闹钟，等一下我会介绍哈。啊，所以这个是用在互动，比如说竞赛啊，或者是问问题等回答的时候，啊，它还会有一个提示音哈。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哈。那个课程录影哈，这样我直接找给各位好不好？OBS 加邱文胜，好吧？我叫邱文胜哈。各位老师不认识我啊。我把那个影片的链接直接贴到。My job is to make college easier because students have a lot on their Sorry, coach. plates. Like Harper, an econ major who piles on the pressure. Grammarly can help her stress less. This term paper has got to be great. It's a third of my grade. Your eye. 各位，这个是我录的那个碎片哈，OBS 是免费的大家好，我工具，是文胜那它也是做直播的工具，啊，它也是做直播的工具，所以你只要学这一个，然后那个录影跟直播就全部都搞定啊，所以然后它也是自由软体，没有收费的问题，也不会像那个。OCam 它之前有那个植入木马的问题哈，或者是有一堆广告软体的问题哈，那用这个不会有这个问题啦哈，是目前最建议的，那你也不用花钱去买商用的软体之类的。好，那这个给各位参考了哈。好，我贴过，我刚贴了吗？哦，有贴了哈，OK。好，那各位有需要就再过去看哈。好，那接下来呢？刚刚已经出完作业了，对不对？那学生这边哈，学生这边接收到作业之后啊，他从这边点进去哈，他从这个作业的地方点进来，那点进来之后呢，他这边交完作业了，对不对？哦，交完作业，那交完作业之后，老师这里。哦，老师这边他在，我重新整理一下哈，他在那个课堂作业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学生交的作业，所以你点进那个你的第一个作业里面，这边就会所有的人哈，所有的人有几个，然后已经缴交的有几个，这样还没交的啦哈，还没交的有几个，交的有几个，那你就可以点这个地方点进来，他就会看到哦这一位同学他已经交了作业在这边。然后这是你给他的分数，那你可以直接点进他的作业去看啊，所以我们点这个地方，点进来之后，这里就会出现他的作业，好，他每一份交的作业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给他成绩。那如果你要有一些批改的部分，刚刚讲过哦，如果你是电脑版，笔电电脑版，你直。它没有那个手写笔的功能哈，就算你加了手写笔，这里也不会出现那个手写功能哈。那所以你在电脑版批作业的话，就只能加注解。那加注解的方式呢，就比如说这个地方你有意见，你就在这里直接拉一个对话框，直接输入啊，请你这里稍作修正。好，它就这样会出现一个浮动的一个对话框，然后这里这里做得很好。哦，good job。好，注解。
所以他就用这种注记的方式去做注记。那如果你是那个平板或者是手机版的，它这里会出现一支笔，好，会出现一支笔，那你只要把那个笔点下去，你这里就可以用手去打勾啊，哦，直接写分数啊等等等，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个储存，啊，存了之后呢，你学生那边看到了就会有一个老师批改过的样子，好，好，那这边就可以直接给分数，啊，直接给分数，给好之后直接发还，啊，发还，好，发还之后呢，你就，啊，你就可以呢直接，啊，你可以直接回到这页哈。好，发还作业之后，这边也会出现那个你打的分数，那你其实也可以在这边直接改，啊，也可以直接改，也可以点进去再改，啊，这边都可以直接看得到。那学生呢？学生这一边，啊，学生这边也可以看到哈，啊，他点进来之后，啊，点进来之后，他这边也看到你给的分数，啊，看到你给的分数。然后我已经给了，哎，草稿还没发还，发还啊，如果你做了修改，还要再做一次发还的动作，你的成绩才会做修改啊。啊，你刚刚还没发还，你改了一次成绩嘛，所以他这边还没有变，所以你改了成绩之后要再一次发还。啊，发还之后这边重整一下，啊，哎，出现他的分数哈，啊，所以学生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数。那如果万一他不满意想要重交作业怎么办？哎，这边啊，老师对不起，我要重交作业，你就点一下重新缴交，缴交，啊，那你这边呢就可以，取消提交哈，取消提交，然后就可以再去做增加，比如说我这个不要啊，这个做的不好，我把它删掉，然后我再新增啊，再去加档案重交的档案，啊，开启，啊，就一样可以重交。重交之后呢，你就再按一次缴交，啊，重新缴交，缴交，啊，那老师这边呢，他就会再度收到你新交的作业，啊，就会更新过了，那你就可以再去做，重新打分数之类的动作，哈。好，这个是老师批改作业跟学生重新缴交作业 的部分，不晓得各位老师有没有任何的疑问。好，那我们一样再给各位两分钟。好，那这一次我们就用 Windows 的闹钟，两分钟。好，储存 Play。好，那各位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在上面提问哈。那因为我们剩下时间不多，所以等一下我会很快的跟各位说有哪几个工具是还不错的，那我就不再做示范了，因为示范的部分呢，我在上一次的教学影片已经有讲过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会剪辑之后会再挂到网络上，那各位就是应该明天就可以搜寻了吧。好，一样找我的名字，然后就找那个 Classroom 的课程，好，里面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哈。好，或者你就加入我的频道。好，各位你可以直接加搜寻我的频道了哈。或者刚刚那个影片下面你就直接点我的大头，然后帮我订阅就好了，好，帮我做订阅。那我这边你可以看那个清单哈，这边有播放清单。那播放清单这边呢，跟各位比较有关的应该是心智图的部分的教学，还有那个线上课程的录制。好，那这个部分还是旧版的哈，因为现在剪映更简单了哈。我还是改天会录制哈。啊，心智图的部分，然后Meet 我会另外
弄一个清单哈，应该明天就会放上去了。好，这个是另外提到的部分。好，那我们就继续剩下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好，哎，我的密特画面，等一下哈。各位现在应该还是看到我的画面，对不对？哎，我的密特画面为什么不见了？好，没有关系，现在各位还是看到我的画面哈。好，那接下来哈，剩下那个 classroom 的那个主要的功能哈，其实大概就是这些了哈。那各位就可以在这边哈，可以去做一下练习。那接下来我就讲一下额外其他的部分哈，在我们各位在线上教学的时候，其实蛮常用的就是Jumbo 哈 ，Jumbo。那 Jumbo 的部分在一样在你的 Google 账号里面，好 ，Google 账号里面，那你的 Google 账号里面一样是点点点这边，好，这边有一个白板，好，就是白板。那它是一个收集资料或者是线上互动蛮好用的工具，它甚至可以某种程度的取代心智图的工具，哦，那你只要在上面把你那个底图给做好，哦，底图就是或者是直接用简报档把你那个底要讨论的那个架构把它做好之后，放到这边设定成背景，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共用出去，哦，共用出去就可以把这个连结哈，丢给学生，哦，丢给学生。那学生从连结进来，他这是可以共作的，他就只要贴便利贴啊，然后直接打字选颜色，那他就会把它贴在上面，那看学生自己要丢在哪一个位置啊，甚至转弯放大缩小都可以，就可以表示他的意见啊，对，这是蛮好用讨论的一个工具哈。啊，再来呢，那个白板工具哈，如果各位之前有用过白板工具，这一个是 MyViewBoard 的白板工具，然后另外那个提摩豆也提供很棒的白板工具，那你只要熟一家，因为其他家工具都类似。好，那这边有什么好东西呢？就是它把大部分的工具都集成在一起，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要画线做注记啊，选颜色，好，各位同学注意这里哈。这都可以使用，然后也可以那个就把它当白板当黑板用，然后画图形哈，然后写文字，然后甚至比较好用是这些小工具哈。那这边有一个百宝箱啊，你教数学有没有啊，量角器啦啊，这都可以直接拿出来嘛啊，量角器可以使用啊，那像刚刚的闹钟啊，都在这里，计时器等等等，这些是大部分的那个电子白板的工具都会有，哦，都会有，所以你可以拿来做线上的互动应用。那另外就是像这一个，这个网站也不错哈，不过它就是要免费的可以做五种哈。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像这个是可以自己做的选号器，哦，那你去做好之后，它做的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就把这五个东西丢进去，你就可以去操作啊，甚至你这样拉都可以哈，啊，这样拉也可以，好，恢复，你可以这样戳，啊，选到谁的时候，有时候它会有一点趣味，会，哎，它会跑回来。倒退，让你以为选到他了，后来又换别人这样，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功能哈，啊。那还有包括像我们做一些测验题，这是比较趣味的哈，啊，这个叫配对，啊，那它就会自动把题目跑出来，
然后你就去配对，配对对了他就打勾，那配对错了呢他会打叉，假设配对错了就打叉，他就题目这样一直流出来，所以你可以做测验题，那时间到了他这边可以设定那个时间啊，什么你的机会有几次啦，那做完之后全输入名字，他这边也可以出现排行榜，所以你可以你可以去做，比如说他这边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看一下，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互动游戏，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考试变成比较趣味的方式。那这个专业范本是要付费的，一个月好像80块，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再去考虑了。那另外网络上就很多那个免费的一些工具了。那另外就是刚刚我那个放大的工具有没有，各位直接 Google 那个 Roomit， 它就可以让你去操作，你按 Ctrl2 的时候然后加滑鼠的滚轮，它可以做无限的放大，无限的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所以你那个操作某些地方要让它很清楚看到的时候，这个方式就不错。然后你滑鼠点一下它会变成注解工具，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操作说明，然后滑鼠的右键再点一下它就再点两下就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个叫 Roomit。 然后另外网络摄影机的部分，如果你有买那个网络摄影机，那你就可以把我先停止共用一下，我把那个我的网络摄影机给关掉，对不起，我的画面跑不出来，好，没关系，这个在我那个之前上一部那个影片也有，我的画面还在吗？还在哈。视讯的画面不在了，对不对？我视讯画面还在，我桌面分享没有出去，对不对？我怎么找不到我桌面的那个？下方都会有一个，点了它不出来，好，没关系，各位老师，那个还有我会上一个影片都有了哈。那另外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那非线上制作的部分会跟各位建议，就是如果你有制作文件的需求啊，那个 Canva 它可以让你的文件用最简单的方式，然后有那个最有美感哈。那另外影片剪辑的部分会建议各位用剪映，剪映你直接打剪映的电脑版，就可以找到那个下载的地方哈。这个是目前所有的软体里面做线上影片剪辑最简单的部分哈。好，那网络上各位可以去加入那个脸书社群，里面有两个社群是讨论那个远距教学的哈。第一个是台湾线上同步教学社群，第二个是那个停课不停学，线上学习研究分享区哈。这两个社群是最多讨论最多的哈，所以如果各位有远距教学相关的需求上面都可以做相关的学习哈。我想我的课就分享到这边，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想要知道或者想要问的？有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边哦，谢谢。有吗？他们有其他问题？好，那就谢谢大家，用餐愉快。讲闹钟哦，他只有写闹钟，不知道他是要问你。所以他还没退吗？可是我现在找不到我那个画面。
不是他那个画面，哎，等我一下哈，那个问闹钟的老师，我那个 Meet 的画面不见了。嗯，啊，你就是工作管理员呢？工作管理员。我这边是有那个画面，但是你开了两个 Chrome 啊，你那两个这个是学那个啊学生，这里没有 Meet 啊，那没有的，你啊，这是刚刚那个学生，然后啊，这是刚刚啊在这边呢，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我终于找到我的 Meet 在哪里了，好可真的是，好那个闹钟。哎哎，娟娜老师还在吗？有哈，好，那个闹钟的部分哈，有好几种方式哈。如果你要用 Windows 本身的话，你直接我把画面分享一下哈。如果你要用那个 Windows 本身的功能，好，那你在那个左下角这里开始这里点一下，然后直接输入闹钟。你就可以找到这个闹钟的工具，有没有？然后你可以，我建议你把它盯选到工具列，盯选到工具列，它会出现在这里，哦，出现在这个地方。那你以后要用，直接点它就好了，好，直接点它，然后你就，你按这个就可以直接 play 哈，然后缩小，把它缩小，它就可以回到那个可以设定的画面。好，那就可以有，它这边有码表啦哈，有倒数计时的闹钟，好，这边都有，你就可以去选。那如果你不用 Windows 本身的话，你去安装那个白板的工具哈，像 MyViewBot，ViewSonic 的 MyViewBot， 它的那个百宝箱，好，这个百宝箱里面，这里有一个工具，这里就有闹钟码表。那提摩豆的百宝箱工具也有，哦，那或者是网络上这个超多的，哦，这工具超多的，随便一个都可以用。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不晓得老师 ，OK 吗？哦，好，那就谢谢大家咯，用餐愉快咯，谢谢大家。